各位教友平安，中秋节快乐！快乐！我们今天是三年级的第25个主日。那今天的读经有两个主要的要点，第一个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关于他在苦难的整个情景当中经过的一些事情。那第二点是，在我们今天的福音的下半的那一段，就是关于宗徒们中间所发生的一些争论，也会在我们自己的团体当中发生，就像我们今天的第二篇读经所提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苦难的一种预言，来自智慧篇。智慧篇是大概耶稣前大概第三世纪300年前已经写成书了。那这段呢，被初级教会的很多教父认为是关于耶稣苦难的一种预言，因为他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像是当时法利赛人啊、祭司们啊那些长老们的心态，他们对于耶稣的一些想法。他们一看耶稣就看不上眼，因为善人本来他的临在就是对恶人的一种控告，所以他们说他的本身就是让我们讨厌，所以我们来考验他，来给他一些痛苦，试试看他是不是会忍受，因为他曾经说过我是天主子，所以如果他真正的是天主子，那天主如果喜欢他，也要来救他。所以他们就是恶人给善人、给义人一些考验。那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在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全部都应验。那么今天的福音也提到跟苦难有关系的，是耶稣第二次预告给宗徒们他的苦难。我们上个礼拜天的福音是耶稣第一次跟宗徒们说，将来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候国主的反应是说，主你不要这样讲，也不要这样想，这件事情不会发生。那耶稣骂他说，你的这些念头是来自魔鬼的，是撒旦，而不是按照天主。耶稣第二次预告给宗徒们他的苦难呢，我们在今天的福音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一方面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反应是又害怕去问他。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主耶稣基督其实应该非常的孤单，因为他对接近的这些人都不明白他的意思，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苦难来的那时刻，基督所有的门徒也跌倒了，就是离开主耶稣基督之后，复活之后才回来。我们现在对于十字架啊，对于苦难啊，对于复活这些概念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明白，但是呢，当时主耶稣基督还没有经过苦难啊、十字架跟复活这些事情啊，听到苦难、复活、十字架，当然宗徒们就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今天的读经的第二点是关于团体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争论。他们回到了家里之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在讨论什么呢？在聊什么呢？那宗徒们都好像被主耶稣发现默不作声，他们没有讲话。为什么呢？因为在路上他们就在争论，就在吵架。吵什么呢？谁最大，嘴比较谁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宗徒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牺牲，他们就开始争论，就开始抢首位，就开始为自己的私欲啊的
那些私利的着想。所以这些事情在中途门当中是这样子，在初级教会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告诉我们，圣保禄那时候，这个是初级教会呢，大部分的中途门还活着的那时候，其实他们的这些团体、这些大家庭啊，已经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就开始争论。圣保禄警告他们说：“你们基督若不能获得，就开始争斗，就开始彼此吵架。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自我牺牲的这个精神。如果你要在大家面前，前面你就要把自己放在大家的最后。所以主耶稣基督一直强调，十字架跟自我牺牲的这个精神。那么在中途门的那时候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在我们现在的堂区的教堂里面也会发生，所以我们应该很小心，也应该不断的检讨自己，不要给魔鬼机会来兴起在我们团体中兴起这些争论。因为只要我们忘记自我牺牲啊，这些精神，基本的精神，我们就会开始彼此吵架。那教宗方济各在很多机会他有提出，在堂区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争执的这些问题，因为他本身对堂区的这个日常生活很有经验，所以他用很白话、非常白话的方式，有时候会拜访一些堂区啊，那讲道的时候会讲堂区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他有时候讲的蛮好笑，可是很直接告诉教友，你们要小心，因为魔鬼讨厌团结，魔鬼讨厌和谐。所以当堂区里面就开始发生这些问题，其实堂区本身就失去了他的力量，他没有传教的力量，也不会吸引别人，反而可能有一些信仰不稳定的人开始来看到这些问题之后，他们就离开堂区。因为这些问题在教堂内算是一种反见证。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方便，可是有时候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方式，就是群组，手机里面的一些群组，因为人太多，那你看文字也没有表情，所以有时候写一句话没有表情，那看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人在生气还是在开玩笑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用坦率的群组，其实有时候要很小心，有一些东西不适合在一个教会的群组里面播，那就不要播，就省很多时间跟麻烦。那这样子我们至少有不会给魔鬼一个机会来扰乱我们的和谐，我们的团聚生活。让我们今天恳求圣母妈妈帮助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基本的精神，就是自我牺牲，把自己放在大众之后。他自己，圣母妈妈自己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指着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我是上主的好像最后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应该跟他的这个精神学。